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座美丽的城堡。城堡里住着一位美丽的公主。这时，危险慢慢地接近公主。面对诱惑，公主不为所动。公主还是把持不住，中毒昏迷了。这时，英俊的王子出现了。王子被美丽的公主深深地吸引了。只有得到王子的真爱之吻，公主才会苏醒。怎么少了灰太狼啊？小朋友们，好戏开始了！什么震荡，天空时空都在摇晃，许许多多敌人的目光围绕在身边又怎样，但是我相信勇敢的力量，面对着危险依然不慌不忙，挺起胸膛，分分秒秒日日夜家园，不害怕一群饿狼，世世代代千千万万，样样虽然一样温柔又和善，内心却坚强，来来回回高高低低，左左右右经历的风和霜，锻炼成一身实胆，开开心心轻轻松松，长长条条越过道道难关，和梦想一起飞翔。各种的挑战多疯狂，因为我相信团队的力量，因为我们都拥有同一方向，同一梦想，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年年月月保卫我的家园，不害怕一群饿狼，世世代代千千万万，样样虽然一样温柔又和善，内心却坚强，来来回回高高低低，左左右右经历的风和霜，锻炼成一身实战，开开心心轻轻松松，长长条条越过道道难关，和梦想一起飞翔。Thank you.
迎新娘。嗯，从此以后，王子与公主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故事不是这样发展的。童话故事里，王子是要和公主结婚的。嗯，移动拳。一定要娶公主的，我也一定会回来的。美容第一招，远离紫外线。你，再见。从此以后，王子与公主就不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嗯，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悲惨的结局，沉甸甸的心。村长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哭的都是些大人。我从小深信的童话变成了这么悲惨的结局啊。村长别哭了，我们可以去改写一个快乐的结局啊。没错，让我们来拯救大人吧。大家还是先来拯救我吧。沉甸甸的心的。大家看看这是什么，我好像看到有颗流星正朝着我们这里坠落呢。该不会砸到我们吧？快逃呀！老婆别哭，我这就去抓。可现在我连
吃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不哭？小灰灰，堂堂男子汉怎么可以哭呢？啊！老婆，让我来书写一个快乐的结局吧。老婆，你看，从此以后，王子与公主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。赵明明画的就是丑女与野兽吗？人家这可是照着白雪公主画的呀。难道这与他有关？哎呦啊！现在的大人真是脆弱。快点呀！快乐的故事结局改好了没有啊？完成了！王子与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啦！我明明不是这么画的。啊，马在骑马，怎么会是他？哎，新来的，谁让你做我的木马的？快把木马还给我！哎呦，哎呦，难道他是童话书里的人物？也许他可以帮到大家。你好，我是喜羊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天马城的飞马王子。喜羊羊，你快看，你出现在童话书里面了。我想，如果要改写童话故事的结局，应该就靠他了。王子殿下，能请你跟我们一起去找回快乐的童话结局吗？那你们会飞吗？失败是成功的妈妈，这是我经过999次妈妈之后所发明的飞行套装。恭喜发财！希望不会是第1000个妈妈。我如果掉下来，你可要接好啊，村长。懒羊羊同学，好好飞，别摔下来。小灰灰。你哪来的翅膀？
小灰灰，你还太小不能飞，这飞行套装是给飞马王子的。请把我们的梦想找回来吧。请大家放心，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。村长，你的奶嘴。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老鲍，奶嘴送你了。村长，您现在不哭了吗？因为我已经看到了希望。王子殿下，你的飞行套装呢？我是飞马王子，只佩戴遵属于本王子的王子翼。可是没有飞行套装，你怎么回天马城啊？我现在册封你们为车夫一号，车夫二号，车夫三号，车夫四号，车夫五号，车夫老头。书写心中的童话，让梦想去远航。起飞！驾！小乖乖，谢谢王子哥哥的飞行套装。小灰灰，都说你不能飞了。不，我要拯救妈妈。好吧，那就一起飞吧。伟大的男子汉怎么能让心爱的女人哭泣呢？为了找回老婆的梦想，一定要改写这童话故事的结局。老公。小羊，小灰灰，难道小灰灰飞上天帮妈妈改写结局了？这么好玩的事居然不叫上我。这是什么？哇，好漂亮呀。老婆开心吧，来挑一件。这些项链代表着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、财富、家和、真情。这条是专门给你的智慧宝宝项链。不管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。还不快想办法去追！我全都要了，谢谢老公。美容第二招，补水很重要。
经看到希望了。洗刷刷，洗刷刷，跑跑啊，跑跑啊！来吧，亲爱的老婆，让咱们寻回失落的梦想吧。这到底是什么烂发明呀？老婆，你开错方向了。对了，王子殿下，天马城在哪个方向啊？我是王子。原来是个找不着北的王子。大家小心，前面出现不明飞行物体。纸飞机，你好，请问天马城在哪个方向？谢谢你。孩子们，咱们休息一下吧。真好玩。我是王子，我的脚只能站在高高的天马城上。还我木马！算了，他生活在童话世界里，遵守着童话世界的规则。原来是个呆板的王子。是谁欺负小朋友？你们看，这就是童话世界里的七彩鱼。那我们就来玩堆云堡吧。七彩闪电，孩子们，让我们来一起欢呼下一道闪电的颜色吧。好，红色，橙色。这次让我来欢呼绿色。快，他们就在上面。老婆，我已经把这辈子的澡都洗完了。
洗刷刷，洗刷刷。哎呀！哎，老婆，快躲开呀！老婆，你确定这是在躲吗？是因为声波传动导致的变化。童话世界真奇妙啊！那就让雨再下大一些吧。救命啊，村长！让我想想办法。你不是王子吗？哎呀，别打酱油了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我是王子，不打酱油。爸爸说，让大鱼不要走了。我们来当建筑师吧。我是王子，不建房子。小心呐！我们还是快点进屋吧。起驾。那叫快进去啊！喜羊羊，你几天没洗脚了？天哪，到底是谁消化不良在污染空气？对不起啊，小乖乖，你能少吃点大蒜吗？我很饿啊。不要，那块草是村长。大家可以出来了！谢谢你。我是喜羊羊。我是王子。我想到办法了。那就是我们建个房子躲雨。村长，你也太可爱了。
咪咕，有没有见过这个家伙？这小子长得没我帅。竟敢抢本大王的生意！啊哥！啊哥！啊！咪咕，啊哥！被一群坏羊绑架了。坏羊？灰太狼来啦！灰太狼，灰太狼在哪里呀？灰太狼当然在狼堡啊！把你到我的肚子里去！就是他，他是谁？还我公主！嗨，你好，还我公主。他不是公主，是破坏童话结局的坏蛋。原来是你。还我公主！坏蛋与坏蛋组在一起，那就恭喜发财。不要跑！放马追！想跑？小羊呢？我们是在和你爸爸玩捉迷藏。好呀，不要被爸爸发现。还是儿子乖。大叫快飞！追！小羊，快来拿红包吧！不要追了，前面很危险。很危险。
什么东西呀？好美呀！啊，这里是极光海。哦，妈妈。啊，恶棍太郎。红包送到你面前，我们再也不吃羊了。从此以后，狼与羊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爸爸，我要和你一起飞。进去之后就会迷失在自己的梦境里，永远都别想出来。老婆，方向反了，极光海在后面。从此以后，有羊吃的红太狼与灰太狼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。这块烧饼真香啊！啊，我的脚！谢谢你把我们救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幻觉呢？我是王子。因为他没有梦想。我不需要梦想。因为我的命运早已被安排好了。原来是个悲剧王子。我可是个喜剧大王。妈妈，是王子哥哥救我们出来的。那就庆祝一下，大家跳个舞呗。大家快飞呀！羊都哪儿去了？他醒了。看来你已经没事了。有事。什么声音？这可是
捉羊的节奏啊！美丽天地飞舞中开始，那一天那一年，那飘散的落叶，那次那一年，注定了思念。放纵的相遇，那静止的时间，在眼前落满天。羊羊王子，下来感受脚板的快乐吧。哼，我的脚只能站在高高的天马城上。漂亮姐姐。对不起。难道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我只是想问他的名字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关我事。好像摊上大事儿了。海龟也不好混啊。注意身体，小心感冒。不经历风雨，怎能看见这美丽的星河？其实绕开风雨也能看见星河。哇，月亮代表你的心。你怎么能看到？就像我跟花羊羊一样。你是不是每天都想看见他？是啊。你是不是很想和他一起玩？对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就是爱。爱。喜羊羊，我爱你。沸羊羊，我们一起玩吧！沸羊羊，我爱你！可得想清楚了再说。我们好像到了。是天马城。
杨洋，你用行动证明了你的清白。大家快进城吧，小心灰太狼追来了。实在抱歉，我已经来啦。大家快飞！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在花丛中啊，哎，输了。反对暴力，热爱和平。今年过年不打架，有事就找王子殿下。恭迎王子殿下。恭迎。你不是反派吧？我是个高尚的反派。王子，您的王子翼还给您。拾金不昧，一场误会。灰太狼啊！爸，我们在这里，快来捉，快来捉！小乖乖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可不是来捉迷藏的。我是来改写童话结局的。这才是真正的王子。我是王子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建房子啊！殿下，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我们计划明天再次举行婚礼。不行！我是不会让你和蓝马公主结婚的。你大胆！快乐的童话结局，就是王子和公主幸福的在一起。这也是童话唯一的结局。没有了蓝马公主，我们还有黑马公主、红马公主呢。我可以不娶公主吗？坏蛋！我不叫坏蛋，请叫我小矮马。那你干嘛要破坏快乐的童话结局呢？这只是你们认为的快乐结局。
而蓝马公主根本就不愿意嫁给王子，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，一点都不快乐。所以你就来搞破坏，抢走了蓝马公主？那是公主自己要求我做的。原来是公主自导自演的。我的希望没有了，沉甸甸的心呐。大人真难哄，我们带他去游乐场。小飞马，你知道游乐场在哪吗？什么是游乐场？就是开心叫、开心玩的地方啊。玩？玩是什么？那你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啊？读书、上课、学钢琴、练书法。这样的童话世界，我也不想来呀。你现在的心情我们完全明白。快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。太不开心了，堵塞交通，违章建筑，当众跳舞，乱吃零食，扰乱童话世界秩序，总共十条罪项，再加一条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。还有抠鼻子，掏耳朵，搓脚丫子。我怎么感觉越听越像你呢？老婆，我就是要教坏小羊他们呀。我们儿子也在呀。殿下，请将他们处以极刑，打进十八层天牢。我是喜羊羊。我是王子。殿下请盖章定罪吧。殿下英明。殿下，您这是？本王子替他们受罚。小艾玛，
小艾玛，有人来看你了。哥哥，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哥哥，我已经想到救你出去的办法了。难道？哎，妹妹。是我，还有我们。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随便找个窗户就爬进来了。我们是来陪你的，好兄弟，有难要同当。你一个人应该会怕黑吧？那哪里是十八层天楼啊？要福要同享，你懂不懂啊？请把我们注意提醒吧。明天王子就要娶公主啦，可能村长太高兴了。哟，这是我们送你的结婚礼物，还是双做的哦。谢谢你们，我明天会娶公主的，给你们一个快乐的结局。悲惨的结局呀，沉甸甸的心。村长怎么还哭啊？难道这个结局不快乐吗？我知道什么是快乐的结局了。王子，快换礼服吧，公主马上就到了。哎呀，老婆，你的梦想即将回归了。这个王子，我不当了。王子殿下，我的梦想又飞走了。真正的快乐不是王子娶公主，而是和相爱的人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结局。驾，请书写心中的童话，让梦想再次远航。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漂亮姐姐呢？我有办法。漂亮姐姐。已经不是王子，浪费表情，回去删好友。哎呀，不好！暖洋洋又要说话了。哎呦，我就是想说，上面有辆南瓜车。啊！
是你？去吧，勇敢的少年。虽然我，我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美丽的姑娘，我，爱要大声说出来，我爱看喜羊羊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与你共舞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要嫁给王子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出我哥哥。啊！迎新娘。你就是蓝马公主？嗯。公主，她就是王子。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谢谢你的祝福。我要走。不许动手。现在我才是天马城的王子，给我动手。王子我再也不相信童话了。不要看了，快走吧。王子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你不可能是飞马王子。捉羊还得狼出手。大家躲到云里去。还玩捉迷藏，已经过时了。击穿了。小命在，不怕没羊抓。老婆，咱们赶紧撤吧。哎呀，殿下！
根据童话守则第135页第3段第2行，确立以义务篇章，您不能走。我的字典里只有权利，没有义务。本王子想飞就飞。你还没有加我好友呢，可惜啊。是王子。哎，他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原来王子殿下是想推开天马城，避免五条主脉受损呢。士兵们，一起保卫天马城吧。是。谢谢你，喜羊羊哥哥。快看！嘿，殿下，让我也帮天马城出一份力吧。等一下！啊！居民为了天马城，为了我们的家园，今天就让我们奋力一搏吧。好，好，一动拳。
王子殿下，就让我们去修补好星河吧。大家出发！我也要参加！儿子，加油！帮帮他们。小心！
根据童话故事里的情节，沉睡的公主都是被王子吻醒的。是还有谁没有吻过？你让我来试试。上当了！洋洋，你讨厌，差点把我们都骗了。这个结局一点都不快乐。殿下，接下来，接下来。当然是按照童话故事的发展，王子娶公主了。这才是童话呀。老公，我终于找回了我的梦想，以后吃不吃羊都没关系，只要一家人能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老婆，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向往的生活。我的王子没了。起来，走起来，别等待，你也来，我也来，这是我们的时代。唱起来，动起来，走起来，快快快，有你祝大家马年行大运，马到成功。最喜欢谁？杰克，警察来了。感觉真的太搞笑了。我喜欢鲁宾，我喜欢瑞。弄一个假王宫，然后让他去呗。如果我们拿到咸盐的钥匙，我们就可以开门。我爸就是红楼王子。你爸帅吗？帅着呢。
那你妈妈是公主吗？她不是公主，我是公主。我妈是我妈。还有我要去怪兽屋子里。那你们愿意待会儿和我一块去怪兽的屋子吗？哎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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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回来的。